大家好，我是Sunny。上一节讲了讲江阴路花鸟市场的故事，顺便提到了威海路。今朝跟大家再一道聊聊威海路的一眼老故事。威海路是一条跟南京西路并行的马路。1800年前的1913年，由公共租界开辟的。伊离南京西路近一站路。又紧紧地贴了法租界最外面的延安中路，搿条路给人的感觉有眼勿上勿下。伊既没像南京西路搿能介样子的繁华，又没像法租界洋气十足。伊就像一块中间地带，是公共租界跟法租界的过渡带。曾经此地是棋盘一条街，搿也拿威海路的档次拉下来了。现在威海路比老早整洁了交关，沿马路的商店门面也非常漂亮。此地已经没了老早的嘈杂声，人流跟车流不再拥挤，有非常舒畅的感觉。威海路原来叫威海湾路，搿也是上海租界时期的名字，跟后来新改的名字最接近的路名。直到1964年7月，被改为威海路，所以阿拉个上一辈一直叫威海湾路，改不了口了。威海路马路有眼像波浪形，门牌下头向东越来越小，北面的门牌是商号，南面的门牌是单号。从上海展览中心穿过陕西北路、茂名北路、石门一路、青海路、成都北路、重庆北路、吴淞路到人民广场，威海路全长有1800米，横跨了静安、黄浦两个区，路不算长，半个钟头就可以走光了。老早主要是逛静安区的路段，黄浦区的威海路去的比较少。沿马路既有不少老房子，也有不少新房子，新老相互交替。此地是上海百年变迁跟新旧时代更替的一个缩影。漫步在了威海路上，寻找上海的历史，每一段路、每一个十字路口，侪有不同的味道。威海路由西向东，比较有名的老房子有916的林村、776的威海别墅、651的太阳公寓、596的张家花园、412的明丽中学邱家兄弟楼。2000年前后，威海路的旧城改造越来越快，拆了不少老弄堂。现在从茂名北路到重庆北路这一带，现代化的楼房也成群成片，像文兴报业大楼、精彩世纪大厦、绅士大厦、上汽大厦、世纪酒店、新一太古汇、中开城市之光、上海电视台大厦、上海招商局广场。过了成都北路是长发大厦、民生银行大厦等，好像搿眼新房子也是立了一夜之间出来了。威海路老底子是汽车一条街。1997年，我来了威海路上上班，从事进口汽车销售。2000年左右，此地买车的人来自全国各地，生意也非常火爆。威海路两边侪是棋盘商店，人流车流也相当多。可是2006年之后，好端端的棋盘一条街突然之间消失了，搿到底发生了啥事体？等一下我再解释拨大家听。威海路最闹忙的几个路口有石门一路、茂名北路跟陕西北路搿三个路口，尤其是威海路茂名北路搿一带，还保留了老上海辰光的老弄堂，像威海别墅、静安别墅，经常从后弄堂可以穿到南京西路。搿条石库门弄堂老上海风情特别浓，建筑也保护得非常完整。民国时期有交关名人居住辣此地。隔壁的丰盛里是经过改造后的石库门商业街区。从静安别墅后弄堂出来，
马路对面就是威海路651号，搿栋建筑立面朝北，外立面是巧克力色的面砖，体型比较方正。搿就是太阳公寓。太阳公寓是一栋合院式的建筑，公寓当中就像一个天井，有一个几百平方米的大院子，四周的建筑内衣合围起来了。在了上世纪20-30年代，上海有个地产大亨叫沈春生，伊买下了威海路3.8亩的地，在了1928年建造了太阳公寓。最早搿是四层的楼房，1976年又加盖了2层，当年就是一个高级的公寓楼。楼底层有一把汽车盖。沈春生是浙江余姚人，伊欢喜拿伊的名字放到伊的房产高头去。太阳公寓也叫沈氏公寓，伊的英文名字叫 Sun Apartment， 后来大家就习惯叫伊太阳公寓了。沈春生是靠房地产起家的，伊15岁从浙江来到上海学生意，当年伊进了英商日光地产公司，廿几岁伊就赚了交关钞票。1925年，伊独立开设了自家的公司，经营房地产买卖、营造、设计跟租赁等业务。当时来了南京西路，跟江宁路以东有一块地皮，搿是原来英商麦边洋的产业。1920年卖拨了英商香港大户公司，大户公司又想拿搿块地皮再次卖出。沈春生晓得了个消息之后，伊走了交关门路，最后大户公司决定卖出的价钿为归银220万两。伊当时没钞票筹集，就回到了老东家的日光地产公司，股东日光公司拿搿块地皮买下来，日光公司以归银275万两买了下来，并建造了现在的美琪大戏院、大都会五常、大户商场跟大户新村等建筑。沈春生在了搿次交易当中赚了500万两的差价，伊就用搿500万两建造了太阳公寓。沈春生后来从老东家英商日光地产挖出了交关业务能手跟建筑设计师，组成了伊的班底，跟外商地产公司竞争。伊先后营造了太阳公寓、金星大楼、春阳里、迎春里、崇彦里等大型的联动住宅。来了南京西路1196弄的安乐坊，也是沈春生的公司建造的。威海路787弄。威海别墅建造于1938年，伊是优秀历史建筑。小区隔壁老早是块空地，后来造了一个体育场，搿就是原来的静安区体育两场。阿拉读书的辰光才叫伊两场，里向有足球场，平常有足球比赛。读书的辰光经常去上体育课。后来明德中学从老窑址搬到了现在的威海路661号，体育两场变成了明德中学新校区的操场。现在来了临村隔壁还有一个明德中学的窑址。明德中学创办于1903年，学堂从1964年开始一直拿游泳作为传统的体育项目，像有名的陈云鹏、沈启强、陆金怡，伊拉侪是明德中学的校友。明德中学立了80年代初，还叫61中学，立了静安区，属于区重点，跟市重点的市西育才中学还是有较大的差距。石门一路口威海路412号。有两幢建造于上世纪20年代的仿古典欧洲城堡式的大楼，伊的东西两幢楼风格侪是一样的。
搿是原来上海滩四大颜料商之一的邱兴山、邱卫清兄弟的私人花园。辣辣一次大战爆发后，邱家兄弟靠颜料生意一夜暴富，后来建造了两栋古城宝石的花园寺。当年靠进口颜料发财的，还有宝庆路周忠良的周家乌鸦公馆。现在的梅陇镇酒家的前城市的前家，南阳路北城生的北家，以及威海路的邱家兄弟，我来了老早的节目曾经介绍过伊拉。伊拉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靠颜料生意发财的。1940年，名利中学搬到了邱家花园，作为校址。两侧的塔楼原来高四层，高头有哥特式的尖顶，伊是坐北朝南。不晓得在哪里年，东面大楼的塔楼尖顶被烧塌了。为了平衡东西塔楼的高度，搿学堂又拆塌了东面的塔楼的尖顶。东楼一楼老早是体操房，两楼是老师的办公室。搿张老照片就是东楼，外面布满了藤蔓。原来靠近石门一路的西楼，辣辣90年代被拆脱了，现在已经消失了。剩下来搿幢东楼，辣辣大钟里的地块拆迁当中被保留了下来。老房子年久失修，新一太古汇出资修缮，并向威海路平移了57米。现在用香港新一集团创始人扎基明的名字叫扎公馆。实际上，搿栋楼的原来的主人姓邱，勿姓扎。一直以为威海路有两个三角花园，东面立了黄陂北路、吴胜路的交界处，老早是老上海唱京戏、捉象棋的好地方。另一个立了陕西北路口，离花园不远的地方就是有名的泳池。现在陕西北路高头集中了交关静安区有名的老字号。威海路西段跟怡园中路交界的地方，也有一个三角花园。老早是一个加油站，现在加油站拆掉了，新造了一个艺术装饰，高头写了“威海路国际文化传媒大道”。此地也变成了一个三角花园。威海路从东到西，由49路公共汽车跟23路电车通过。现在东西两头的三角花园已经很少有人去白相了。威海路最西头有一个新式礼龙房，礼拜式建筑，搿条龙塘就是980龙的邻村，现在是上海市的保护建筑。隔壁就是中苏友好大厦，龙塘走到底还有一个老有特色的烟囱，上海人侪叫邻村为烟囱龙。解放前，上海市少儿图书馆的前身就立了910龙的二十号里向。50多年前，邻村住了一个姓姚的人家，搿家人家的户主叫姚本子。文革前，伊立了上师院中文系代课教师。姚本子既是文学家、翻译家，也是个诗人。伊的父亲是清末的举人，伊的儿子就是被扣上文批的姚文宇。姚本子生活高头有眼邋遢，一直到1969年过世的前头几年，儿子姚文宇升上去后，确实风光了好几年。搿就是谈到邻村，就要谈到姚文宇的故事。历史再往前翻100年，威海路上真正有历史的大人物，从历史的尘埃当中浮了出来。辣辣19世纪末。一个叫亨利·莫里斯，辣辣重庆北路、大沽路一带买了交关土地，开发房地产。交关理论住宅侪姓马，像马德里、马鞍里、
马吉里、马勒里等里弄房子。威海路、大沽路搿一带侪是马家的地盘。1981年，吴淞路高头的马德里跟新马德里被全部拆脱了，辣辣原来的地方造了廿四层楼的地心大厦。吴淞路老早的名字叫跑马厅路，搿条路到现在还带有无形的跑马道的痕迹。当年的威海路因为紧靠跑马厅，所以威海路与黄陂路之间分布了交关马厩。辣辣威海路二十号，当年就是马厩跟马厩的管理机构。初看看搿幢红色的屋顶房子，以为是洋房，实际上搿是当年的马厩。现在跑马厅已经消失了，当年的马厩现在变成了民房而保留下来。亨利·马勒斯又称老马勒斯，伊辣辣威海路155弄造了一个占地40000平方米的花园别墅，别墅的墙面全部为精致的青砖。伊的五个儿子、一个囡儿，侪辣辣搿栋花园里成长的。老马勒斯原来是新闻记者出身，1867年跟伊的好朋友建筑师莱士德从英国到上海来发展。伊一生当中做了最成功的一桩事体，伊跟上海滩时令细胞老板的囡儿结婚了。从此，伊的人生也进入了一个快速道。1881年，时令细胞老板决定退休，伊的女婿马勒斯就成为时令细胞的董事长。老马勒斯跟哈顿、苏逊三个人，是20世纪初上海滩外国人当中的三个巨头。老马勒斯的第一幢花园现在已经消失了，另外有一座花园更为出名，到现在还保留了海。搿就是辣辣现在的瑞金宾馆里向。1917年，老马勒斯辣辣上海的事业蒸蒸日上，建造了搿幢私家花园，也标志着马勒斯家族辣辣20世纪的上海蓬勃发展的新的开始。辣辣去世2年之后，老马勒斯辣辣1919年完成了伊的遗嘱，回到了英国。伊一共有7个儿子、2个囡儿，遗嘱当中指定小儿子戈登·马勒斯为家族财产的总监护人。伊拿马家的江山交拨了小儿子。回到英国后，不久伊就去世了。小儿子戈登·马勒斯又称小马勒斯，伊继承了老马勒斯的奋斗精神，完成了上海最大的一笔生意，就是拿东到茂名南路、西到陕西南路、北到复兴中路、南到永嘉路的77212平方米的地皮，租拨了法国人、曹洛、斯皮门等一帮子人，兴建了闻名上海滩的医院报告场。就是现在的文化广场。伊辣辣马勒斯花园建造了3号楼，也就是现在的总统楼。搿建筑已经完全跟欧洲当时最新的现代建筑相接轨了。现在马勒斯花园完好的保存到现在。威海路棋牌街可以追溯到1924年，当年有一位华商辣辣威海威路的斜桥弄开了一家经营汽车零配件的店铺，名字叫中华汽车材料公司。搿是上海第一家由华人自家开设的棋牌专营店。后来威海路上的棋牌店前店后厂越开越多，到1949年已经有50几家了。辣辣2000年以后，上汽集团的上汽大厦辣辣石门一路口落成之后，再加上威海路原来的生日汽车商城，
还有上海招商局广场、世纪酒店等。威海路成为消费者买新车、买汽车零配件的首选之地。威海路汽车汽配街升级改造完成之后，此地每天闹忙得不得了。沂蒙路侪是汽配店，一直扩展到茂名北路的南面。各种车辆立了马路高头窜来窜去，有黄车、残疾车、货运车等。买进口新车的必定要到省市汽车商城。从江浙来的客户比较多。最远的还有从新疆、黑龙江来的，这些客户侪是热衷于当年的丰田4700跟霸道捷步车，生意一直好到2006年前后。搿辰光，静安区政府觉着威海路汽配一条街的功能定位不再适合静安区今后的方向，决定拿汽配街转移到嘉定。威海路汽配一条街高头的汽配商店侪统统迁走了。区政府想拿威海路打造成国际文化传媒大道，从此威海路汽配街彻底完成了历史使命，退出了上海历史舞台。现在的石门一路高头还新开了一家奥迪专卖店，还想转转当年威海路的财气。静安区政府又一次失算了，计划跟不上变化来得快。十几年后，国内的政治环境、媒体的自由度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西方媒体已经不是一个受欢迎的名字。威海路要引进国外知名的大媒体进来，困难重重。当年士林西堡的年代已经不会再有了。我立了读书跟工作，前后有十几年，每天走在了威海路上，对威海路也充满了老多的感情。最后，把观众朋友留一道题目：静安区体育两场立了威海路，那么体育一场立了啥地方？欢迎大家留言。今朝的节目到此结束了，感谢侬的收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多看几秒钟广告支持我，阿拉下次再会。